的。我看看，这上面还有个钥匙环，就这还乾隆年间，乾隆年间就有钥匙环了。是，关键是那您拿个宝玉当肥皂搓啥呢？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当肥皂，这是一块宝玉。你没听过那句话吗？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我再让它释放微量元素，我再吸收。这你就不靠谱，你别信这些电视剧去了。怎么可能？真的，它会释放微量元素。你看哈，微量元素有很多呀，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这都是好的微量元素啊。这么说来，该宝玉莫非还有钠、镁、铝、硅、磷、硫、铝、亚、钾、钙？天哪！乐乐，同行啊，你家里也有这个祖传宝玉吗？我家有元素周期表。元素周期表？你说的不就是元素周期表吗？再说了，这个什么宝玉，宝玉怎么里边什么微量元素都没听说过？还什么养玉多少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真的？哎呀，我觉得要打破你对这个宝玉过度的相信啊，调查一下。好。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这句话呀，在民间流传已久。人养育三年指的是人们在佩戴玉器的过程中，可以让玉器越戴越漂亮，把玉器隐藏的美丽深度挖掘出来。而玉养人一生指的是玉器在佩戴时，自身的微量元素会和人体进行交换，释放的微量元素被人体吸收，改善人们的健康情况。听上去是有些神奇了。一般玉石呢，它都是有一些裂缝啊、孔洞啊，到时候人戴上之后呢，就是说这个汗液啊、皮脂啊，就是说顺着这些缝隙孔洞渗进去之后呢，就让玉石更温润啊，然后呢还要通过摩擦呀，就是让它更光滑，这样呢就是说啊，基本上三年就能把这块玉养得很好。所以说人养玉三年啊，就是说意思就把玉养得特别特别好了。这个玉呢，就是越戴它是越温润、光滑，然后就是，水透会特别的好。那有些时候呢，它的颜色会扩散一些，因为它颜色呢都是一些金属的离子致色，所以呢，这个颜色随着温度的增加呢，它会稍微的扩散一些。有些人认为玉石的化学成分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如锌、铜、锰、镁、铁等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可以被人体吸收。又有人说，由于玉石摩擦皮肤刺激人体穴位，能活络人体的经络和皮肤，改善人体的微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活跃细胞组织，从而增强人的免疫能力，达到防病健身之作用。这些说法到底靠谱吗？玉养人呢，其实这是民间的一些传言，大多数人都是一种纯粹的一种心理作用。如果说人们想通过玉养人来补充人体的这种微量元素的话，其实这个是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的。我倒建议啊，不如去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来补充一些微量元素，这样来的更实在一些。玉养人呢，主要是从养人的性情来说的啊，至于说是微量元素的吸收，这个应该是很少的啊，它主要是因为玉呢，它都是一些宝物，人戴上之后呢，会特别的欣喜，啊，心情会好。那人心情一好呢，就会间接的影响人的身体，啊，身体会更好。玉呢，它本身是很稀有的，啊，尤其是翡翠，它是硬玉，是属于玉石之王。往往呢，人呢，如果是有闲钱呢，可以投资到这上面去，起到呢就是保值增值的作用。啊，还可以呢，就是说，啊，传给子孙后代这个样子。看到这里啊，相信还是有一部分人不太服气。不是说玉器能够吸收外界的电磁波，然后把里面有益的能量辐射给人体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调查员冰洁。传言说呀，这个玉石能够起到吸收电离辐射的作用，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今天呀，我们来到了山东大学的物理实验室，通过一个小的实验呢，来检测一下玉石的作用。那为了让这个实验效果更加明显啊，我们今天准备了这个辐射检测仪，同时呢，为了让数值更加的显著啊，我们还准备了这个手机。为了让这个实验的数值更加明显呢，接下来我们要用另一台手机拨通这台手机的电话，看看在通话的时候会显示怎样的辐射数值。好的，现在这个电话已经来了，我们把这个辐射检测仪靠近，我们缓缓地把这个手机放下，依然靠近手机屏幕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值一直都在变化着，最高的时候呢竟然高达了1.3左右。
这个数值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手中的玉石呀靠近手机屏幕，看看玉石的加入会不会影响到辐射数值的变化。我们把玉石放在了手机屏幕的上方，然而这个数值并没有发生很明显的变化，依然在一附近左右。看来这个玉石对于辐射是没有吸收作用的。那这个实验结果真的准确吗？玉石到底对于这个辐射有没有帮助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到了这个物理学院的盖老师来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你好，盖老师。你好。就是通过刚刚我们的实验呀，发现这个玉石对于吸收辐射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对对对。那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吗？在理论上讲的话，这个玉石能不能起到防辐射的作用呀？那么我们的刚才所测的这个是电磁波的这个辐射，对不对？那么电磁波呢，它有一定的这个衍射或者一定的这个穿透性。我们也刚才看了那个，由于我们的这个所带的这个玉石呢非常小啊，那么我们的电磁波是可以绕过去的啊，所以说它起不到防辐射的作用。那么即使这个玉石这种材料能够起到一定的防辐射的作用呢，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真达到效果的话，你必须佩戴一个把这个人全部包裹起来的这么大的一个玉石，那么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还得要求它有一定的厚度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一个比较小的这个玉石能够防辐射呢，是有点夸大其词的啊。那盖老师，通过刚刚我们这个交流啊，我发现不管是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玉石的大小，还是玉器本身的材料上来说，对于电磁波的辐射呢都是没有多少作用的。那对于日常当中的电离辐射的话，它会起到帮助吗？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另外一种辐射，那么这种辐射呢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电离辐射啊。那么有的放射性元素呢，它会发出啊一些像阿尔法射线、白塔射线啊，还有伽马射线啊等一些这个微观的粒子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我们的这种玉石材料呢，它是可以吸收啊部分的这个粒子的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白塔粒子啊是可以的，因为这个玉石呢主要是由这个中等原子序数的这种元素所组成的。但是呢可能呢还有更严重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的玉石啊，或者说有的这个像大理石或者有的石头里面呢，它是含有放射性元素的，它反而能够发射出啊这种危害人体的这种离子啊。所以说我们在佩戴玉石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啊，那么一定要佩戴这个经过环保部门啊检测的，或者说玉石的成分里没有这种啊这种原子序数比较大的这种重金属或者说具有放射性元素的啊这种材料的这种啊玉石产品才可以佩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离不开电视、电脑、手机这些电子产品，它们是会发出一定的电磁波，玉器可以吸收电磁波已经被科学家证实，但是至于会吸收多少就很难统计了。而玉器会吸收电磁波再给人体传输能量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那为什么玉养人人养玉的说法会这么根深蒂固呢？其实老祖宗的说法并非不靠谱，既然玉器界流传着人养玉玉养人这种话，肯定有它的缘由。玉养人所谓养应该指修养，从文化层面来说，玉有五德，说玉有五德是有出处的。参见东汉许琛的《说文解字》，说玉石之美者有五德，乃仁义智勇节。玉呢，它是很质朴的，质朴无华的，啊，人戴上这个玉之后呢，慢慢的人的品性也会慢慢的跟玉相近。有句话说是，古之君子必佩玉，无故必不去身，君子必得玉玉，是这样，就是人要有玉德，所以时间久了之后呢，就会人玉一体，它是这个样子。总体来说，就是玉是养人的性情养人的品质。专家解释说，玉器中所含的微量元素有很多种，其中对人体有好处的有锌、铜、铁、镁、钙等等，但是人体要想吸收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人们对玉器的科学研究和无数次测试表明，玉石是在高温高压等复杂的地质环境中经过几千万年的时间形成，它的物理和化学结构都已经很稳定了，在一般条件下其中的元素是不会轻易改变和流失的。
我们之所以说玉养人是一个不科学的说法呢，其实道理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微量元素的补充呢，只能是通过人体的消化系统来进行吸收，而我们的皮肤呢，显然是不可能来直接吸收玉中当中的微量元素而进入人体，从而实现微量元素补充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个说法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并且呢，微量元素呢，它本身是镶嵌在这个结构非常稳定的这个玉石当中的。那么我们人体的体表的30多度的这个温度完全不足以将这些元素从玉石当中能够给溶解出来，更谈不上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玉养人这完全是一个不科学的一个说法。玉养人一生更多的是让人提高气质、信心、修养，并不是从医学方面真正能够养护身体。但是佩戴玉器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古时候君子必须佩玉，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包含着有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节，化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thank you.
就跟玉石是不一样的。如何选择翡翠呢？首先呢，就是说购买者本身要学习一定的专业知识，对翡翠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再一个呢，要选择正确的购买渠道，比如说商场啊，比如说专卖店呢，然后呢，现在就是网购比较多，但是在不充分了解卖方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去打款，现在就是说假货比较多，还有说就是说欺骗消费者的比较多。我真没想到，这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呀。那我这乐乐送你我家祖传宝玉来。哟，您那乾隆年间的钥匙环儿，我就不要了。玉这，哎呀，我没以为它是错误的这个说法，我还一个劲儿在这里吸收这个什么微量元素呢，在这儿。所以说嘛，其实你想要健康啊，还是多吃点蔬菜呀、水果呀，多运动啊，别信什么靠玉啊、什么老化啊，靠这些小物件来养人。乐乐，我纳闷是什么呢？就是从古至今爱玉之人特别多，我就想知道。那既然没有这么多功效，为什么还要爱玉呢？虽然说呢，他们没有实质的这个保健功效，但是为什么说玉养人？玉养人啊，是因为佩戴玉的呢，是一个培养你的气质、修养。我送给你，送给你了。什么呀？平时能不能清醒下大脑啊？别听着这些有的没的的夸大其词就相信啊，还以为还从他的时候发挥能量。行，得了吧。最近我也是觉得迷迷糊糊的。行，听你的，清醒清醒。就是。清醒了，这什么啊？神清又气爽，继续主持节目。我看看是什么，樟脑丸啊？樟脑球，就是放在咱们衣橱里面防虫子的那个。对对，清醒吧。清醒啥呀？哎，你先别闻了。你小心越闻越傻。你想啊，这虫子都害怕，代表什么？代表它肯定有毒啊！它能虫子都能杀死，你要长期闻。我告诉你，樟脑球要是闻太多的话，容易使人慢性中毒啊！冬天来临呢，不少人都把这个衣柜当中去年过冬的厚重衣服给拿出来了。你比如说，我今天刚刚从衣橱里边拿出了这个整整9个月没有穿过的一件大衣，但是呢，仔细一闻的话，这上面还有一股清香，还有提神的味道。这个呢，就主要就是感谢樟脑丸了。那樟脑丸呢，不仅有这个去除异味的作用，而且呢，还能够驱虫。但是也有人说了，如果说这个樟脑丸使用不当的话，还真有可能会出事儿。早在2012年，上海市虹口区一位怀孕2个多月的孕妇突然在家中晕倒，虽然被紧急送到医院，但是还是造成了流产。化验结果显示，孕妇是对二氯苯中毒，而酿成悲剧的原因竟然是家中为了消灭蟑螂，在房间各个角落甚至床头上都放置大量的樟脑丸。这小小的樟脑丸真的有那么危险吗？樟脑丸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的一种日用品，它呢对于我们的衣服或者棉纺织品免受这个虫蛀的影响，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除了驱虫呢，它还有去除异味的作用。樟脑球呢，其实它一般是分为天然和人工合成的两种。那么天然的樟脑球呢，顾名思义就是它是从天然的樟树当中提取出来一种化学成分，而人工合成的樟脑球呢，它其实是主要含有耐和对二氯苯这样两种化学物质。那么因为天然的樟脑球呢，它的取材价相对要高一些，所以它市面上的价格要高于人工合成的樟脑球。如今在市场上大多数都是人工合成的樟脑丸，跟以前的天然樟脑丸相比，外观没有太大改变，丸状的、片状的、饼状的都有，但名字却统一改为防蛀防霉片剂。那么这和之前的樟脑丸有什么不一样呢？人工樟脑球主要成分呢是耐和对二氯苯两种化学物质，其中呢对二氯苯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有机合成原料，它长期被使用于在有机合成染料以及农药中间体行业，同时呢它还被用作杀虫剂，以及一些植物的防蛀剂和防霉剂等。但是呢该化合物呢它对人体的皮肤或者眼睛会有刺激感。如果长时间吸入的话，会产生头晕、恶心，刺激上呼吸道，甚至有致癌的风险。
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很早就将它定性为强烈的可能致癌物质。专家表示，对二氯苯杀虫效果好，但它具有一定毒性，对人的眼睛、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严重时甚至会损害肝脏，特别是对怀孕期的妇女危害更大。如果是孕妇吸取了过多的对二氯苯之后呢，会出现呕吐、恶心、头晕等症状，严重时呢，甚至可能会导致出现婴儿的畸形，或者是婴儿流产等严重后果。那么对于新出生的宝宝，如果吸入这样的对二氯苯这类东西之后呢，也会对新生儿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一些溶血性疾病等。当然，如果在怀孕期间偶尔的接触到了人工合成的樟脑丸，大家呀也不要太过于担心。记者了解到，因为天然樟脑的成本较高，驱虫效果有限，所以现在市面的防虫防霉片的主要成分都是原料价格便宜、效果明显的对二氯苯。只要您使用得当，是不会对身体有伤害的。如果您还是不放心，可以去市场上寻找天然的樟脑丸进行购买。对于天然樟脑和人工樟脑的鉴别呢，其实方法也非常的简单。那么首先第一点，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要仔细阅读产品的说明书，往往是一些非常小的一些字更能说明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这样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樟脑的话，它上面会明确标注对人体无毒无害，不含这个对二氯苯。那么相反，对于一些人工的樟脑呢，那么它上面可能会在很偏僻的地方会标明，比如说对二氯苯的含量高达99%。如果是比较细心的消费者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两种的差别，因为这也是国家规定的，必须对产品的这个有效成分给出说明和解释。那么另外呢，就是通过两个非常简单的实验，可以对这个天然樟脑和人工樟脑做出一个快速的鉴别。首先呢，我们来闻一下，看看这两者闻起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先是这个天然的，闻一下，这个天然的呢，它的这个味道啊，就是有一点像是那种樟树的那种清香的那样的味道啊。再闻一下这个人工的这个，人工的这个它就显得要刺鼻一些了啊。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闻味道，其实基本上还是能略有一些差别的。那接下来我再把它打开，我们看一下外观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呢是人工的，这个是天然的。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外观啊，再来对比一下，我们发现呢，这个人工的这个它的颜色其实要更加亮一些，更白一些啊，而这个天然的呢，可能它要相对来说要暗一点。再一个呢，很明显的区别就是这个人工的樟脑丸上面啊，它上面有一层白色的粉末啊，我们用手稍微擦一下，非常的明显这个白色粉末啊，但是这个天然的呢就没有。那接下来呢，我这也准备了一盆水，我们再来做个实验看一下。首先呢，我把这个天然的樟脑丸放进去，确实天然的樟脑丸已经浮在水面上了。那接下来呢，这个呢就是人工的樟脑丸，然后呢我再把它扔进去试一下哈，对比非常的明显。我们看人工的樟脑丸在一扔进去之后立刻就沉底了，而天然的樟脑丸到现在还漂浮在水面上面。那我们刚才呢用这个水啊来区分了天然的樟脑丸和人工的樟脑丸。其实呢除了水之外，我们用火也可以来区分，所以说呢我就要用这个打火机来烧一下它。首先呢，我们来烧一下这个天然的这个樟脑丸，看看烧一下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哇，我们发现这个樟脑丸立刻就燃烧起来了啊！而且呢，我使劲吹一下它，发现没有，根本就吹不灭。这个呢，就是天然的樟脑丸燃烧时候的情况。大家发现了没有，根本就点不着，不像是我刚才点这个天然樟脑丸的时候哈，一点就着了。像这个呢，不管怎么点都点不着，而且呢这个黑烟特别的明显，黑烟非常的明显，而且会滴下来这种黑色的油脂，并且呢我已经闻到了非常非常刺鼻的一种气味。那这个呢
就是人工的樟脑丸点燃时候的情况，和天然的樟脑丸点燃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差别。专家提醒说，如果我们存放了很久的衣服上面樟脑丸的气味很大的话，就不要立刻进行穿着了，应该先放到太阳下晾晒，或者干脆再洗一遍啊。在衣服换季的时候，消除这个樟脑丸的这个影响，其实处理方法非常的简单，因为无论是天然的樟脑丸还是人工合成的樟脑丸，它的成分呢都是易挥发的，所以呢处理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将衣物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段时间，或者是用吹风机多吹一会儿，将这些物质都挥发掉就可以了。掌握了辨别天然樟脑丸与人工合成樟脑丸的方法，咱们在购买时就可以谨慎选择了。不过如今市面上的天然樟脑丸越来越少了，还有没有其他安全有效的防霉防虫方法呢？家庭当中储存衣物呢，如果说您不想用樟脑丸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说用花椒和茶叶我们把它包起来，然后呢放到衣橱当中。因为花椒和茶叶都是一些干的物质，那它呢就比较容易吸收水分，它的除湿效果就特别的好，但是呢它的驱虫效果可能就会弱一些。樟脑丸好闻吗？提神吗？醒脑吗？乐乐，一开始吧我还真没什么感觉，但是看完这个调查呀，哎呦，恶心，想吐，眼晕。行了，别说风就是雨了。不过真的要提醒大家，这个樟脑丸还真是不能去直接的闻它。对，特别是家里边如果有孕妇的朋友啊，那通过调查我们也发现了这个樟脑球呢有导致流产的这个风险哦。对，而且对咱们的上呼吸道伤害也很大，大家远离它呀。放在衣柜就行，干嘛拿出来呢？最近我发现我真的受到伤害了。看吧，掉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出现了斑秃的现象，我真是服这个樟脑球啊，坏东西啊！等会儿，真的是残害我们。樟脑球通过调查发现是有中毒的这个风险，对呀，但是不代表你所有的症状都跟这个樟脑球有关系啊。你不是你掉头发，你看我也掉头发呀，但我又没为樟脑球，有什么呢？对吧？不一定你掉头发是因为樟脑球，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呀。对呀，有可能咱俩不一样啊，咱俩不一个情况啊。我是因为闻了樟脑球掉头发呀，你是因为扎辫子呀。哎，你等会儿，你天天扎个小辫子，你肯定你斑秃啊，你肯定你掉头发呀。我扎个小辫儿，我怎么就斑秃？我怎么掉头发了？你一直绑着它紧的，它就一直拽着，它肯定就掉时间长了，这个地方不就秃了吗？那这么说来，我是不是隔不了多久就会得什么辫子炎、辫子溃疡、辫子癌？哎，乐乐，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你就是开玩笑，怎么扎辫子就掉头发斑秃了呢？好，你以为我在开玩笑是吧？嗯，看看这条新闻，一个6岁的小女孩斑秃了，就是因为妈妈长期给她扎辫子。10月份，大连的刘女士给女儿梅梅梳头时，发现女孩头发竟然少了一块，才6岁的孩子怎么会出现斑秃呢？头顶呢有一小块指甲盖那么大的一个斑秃，然后沿着他经常梳辫的那个区域，把整体的头发都减少了。家长就是出现明显的焦虑情绪，第一个呢就是担心孩子这个头发能不能长得出来，第二个呢就更担心他的病因，可就是问了家长，平时就梳两个小辫子，而且梳辫子的时候他是老是沿着同一个方向去分这个印儿，然后呢由于孩子头发比较细软比较碎，所以家长在这个梳辫子的时候就很用力的去拉扯他这个局部区的头发。孩子呢平时上幼儿园还是有一个哭闹的这个情况，每天是不太喜欢去幼儿园的，可能情绪啊精神压力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因素，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孩子出现了一个斑秃的问题。好在经过检查，梅梅的头皮毛囊没有问题，通过中医外药洗剂和激光治疗，并有针对性的进行心理疏导，一段时间后就能长出新头发了。记者了解到，斑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症状是局限性斑片状脱发，可发生在全身任何有毛发的部位，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可能发病。儿童斑秃的发病年龄主要在7到14岁之间，以女儿居多，病因比较复杂，临床上最常见的原因有3种。第一方面呢，还是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可能家里边要经常跟孩子多沟通一些，以及跟学校同学之间让孩子做好这些疏导工作，一般就能缓解这个问题。第二方面呢，就是家长可能一个误区，就是扎辫子的时候可能给孩子过度的一个外力的拉扯，然后也会引起孩子局部区域的一个头发的脱落，要经常给孩子变换发型，实在不行就是给他留短发。第三种情况就是头癣，因为现在吧，家庭养小动物的宠物
物的也比较多见，小朋友们也喜欢跟小动物亲近，因为那个小动物身上他们都会常规的携带一些真菌，一旦感染了真菌，毛囊就会被破坏，头发就会发生脱落的情况。医生介绍，一些家长认为小孩子不会出现脱发问题，因此忽视孩子的头发健康，导致一些疾病没有被及时发现治疗，延误病情。此外，如果发现孩子异常脱发，要及早到医院进行正规治疗，盲目使用偏方有可能导致毛囊受损加重，无法修复，造成永久性脱发的严重后果。在日常生活中啊，幼儿头发的护理也跟成人有所不同，需要区别对待。小朋友他本身他的真皮层是成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没有完全的形成自己的一个皮肤屏障功能，所以在洗护用品上呢，我们可能尽量选择刺激性小的，不要选择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再有就是小孩的头皮它不像成人皮脂腺分泌的那么旺盛，没有必要每天都清洗，或者是隔一天清洗，大概三四天甚至五六天给他洗一次头发就可以了。所以医生建议家长在给孩子梳辫子的时候不要总拉扯同一个部位，可以经常的变换发型，实在不行就给孩子留短发。此外，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家长还应该注意孩子的饮食营养均衡，多吃蔬菜水果，少吃油腻辛辣刺激的食物，适当运动，规律作息。好多女孩子来看那个发际线后移嘛，想要种植的话，我也会问她，她也以前有过这个病史，在小的时候她父母就喜欢给她很用力的梳那种马尾，然后以至于她自己形成习惯，一直成年以后她还是很用力的去梳这种马尾，所以导致她的发际线后移。其实跟儿童相比，成年人的斑秃情况更是让人忧心。斑秃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损容性疾病，我们叫做影响美观，掉了头发啊，而且这种头发是局限型的，呈圆形的，或者椭圆形的，或者不规则型的，局部的突然的脱落，所以我们老百姓有个俗称叫鬼剃头啊，睡了一晚上起来一看怎么掉了块头发，或者突然去理发的时候发现掉了一块头发。它有个什么特点呢？严重的可以导致整个头发都没了，再严重的导致什么眉毛胡子都可以脱落，腋毛这些部位都可以脱落的，这是斑秃的应该是临床的一个表现，它的发病年龄应该是儿童也可以发生，成年人也可以发生，没什么说是在哪个年龄段好发生的，与性别也没有关系啊，男女都可以发生的，它发生的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啊，常见的有几种因素吧啊，一是精神因素啊，就是生气着急上火啊，压力大啊，或者是惊吓。都可以导致这种精神因素导致的脱发，另外就是怎么样，这种微量元素的缺乏啊，像缺锌啊，最常见的这种缺乏有关系，再就是与自身免疫功能的失调等等有关系，当然其他的像生活饮食当中你不注意，可能也是一些诱发的因素，像过食辛辣刺激性的东西也不大好啊，这是它的常见的诱发的因素啊。饮食不均衡，营养不良，很容易导致人体微量元素的缺乏，不光是孩子，很多成年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斑秃，最终导致全秃。其实斑秃我们在临床上根据它的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发展或者是否进展，分为一个静止期和进展期。说进展期就是病情不停在发展，临床上有个什么特点，它不停地要掉头发啊，而且我们在查体的过程当中，给他检查的过程当中，或者自己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在脱发区那个部位周边的头发是松动的，稍一用力就拔下来的，所以我们这种检查的体征叫拔发征，是阳性的啊。而静止期的时候你拔头发怎么样，它是不掉的啊。那当然你使劲拔那会疼痛的掉的，我们指的这种一拔就掉下来，指的它没有疼痛的感觉就会掉下来的，松动的啊，这是静止期和进展期的斑秃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点。医生介绍说，很多人为了图方便喜欢用生姜来治疗脱发，生姜含有多种利于人体的微量元素，其中的姜辣素、姜烯油等成分可以让头部皮肤血液循环正常化，促进头皮新陈代谢，活化毛囊组织，对于刺激新发生长有一定的作用。不过生姜涂抹也是有讲究的。斑秃这个病是怎么样，早发现早治疗，但是怎么说呢，斑秃是我们讲是一个自愈性疾病，若你病情比较轻又早发现，你把自己找这些因素都去除掉，发病的因素去除掉，会自己好的。简单的人经常说抹点生姜，就生姜对生发是有好处的，
磨磨生姜啊，刺激刺激，过几天就长上来的。关键是找到原因，是吧？当然一个比较顽固的，好数年也不好，而且面积越来越大的，这都需要早点上医院系统的治疗。除了饮食方面，稳定头部表皮环境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头皮环境自成体系，相对较为特殊。除了适当的清洗除去头皮表面灰尘外，本身不需要额外的清洗和整理。人体皮肤上有一层叫皮脂膜，这种皮脂膜是什么成分呢？就是分泌的油脂啊、汗液等等吧组成的。其实这种皮脂对人体的皮肤是一种保护作用啊，它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可以阻止好多的微生物对人体的侵袭。当然是你讲了，你如果是把这种皮脂膜去掉以后，那人体的抵抗力低了，可以激发细菌感染，激发真菌感染。所以我们平时用的护肤品、清洁品，特别头皮上，为什么说头皮不能过度的清洁、过度的洗？越洗头皮屑越多，那就是你选择的护肤品这种清洗剂，它的去油脂能力太强了，把角质层损伤了，所以导致头皮屑增多啊，油脂分泌的过度的旺盛了。所以应用的时候一定不能选择刺激性、碱性太强的去油脂的这种洗发产品。除此之外，调整好心情更加重要。按照心理学理论，健康的心态能够在潜意识中投影，引导人们的生活工作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果心态不好，则会在潜意识里种下不好的暗示。其实脱发不管是斑秃啊，或者脂溢性脱发，或者是因为情绪导致的一个间断性脱发，与心理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不仅是脱发这个疾病，好多的问题都这样，其实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越担心掉头发，每天早晨起来看数头发掉了几根，一看今天比昨天又多了几根，心理压力更大，结果导致晚上睡不着觉，休息不好，掉的更多，更多的时候更恐惧，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这样对身体是非常不利的。它将来不仅仅是引起脱发，会引起心脑血管的疾病，其他的疾病的产生。所以我们长了病以后一定找到原因，心情一定怎么样，要放松，不要过度的紧张啊、恐惧。因为斑秃是怎么样，是可以自愈的，是可以自己好的。哦，原来扎辫子容易导致斑秃，这个说法竟然是正确的。当然了，所以就要提醒大家啊，平时呢扎辫子的时候呢，首先不能扎太紧，然后皮筋呢要紧要松一点，同样呢也不要长时间朝一个方向扎辫子，发型还是偶尔换一换比较好。没错啊，我们也告诉大家这个斑秃的原因以及自检自己是否有斑秃的现象，大家一定要学习起来。其实啊，有时候斑秃啊掉头发啊是因为情绪比较低落，对，或者压力比较大，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平时一定要充满一个好的心态，没错，要有积极向上正能量，这样的话就会更有动力，没错，清早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好，希望大家每天呢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接下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调查的另外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这个说法呢错误的。没错。之所以说育养人，其实是在这个品行啊、修养上给我们提高很多人的气质。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依靠育来改善我们的身体状况，得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个是不可以的哟。没错。那第二个话题呢，说的是樟脑球会让人慢性中毒，这个说法也是正确的啊。在市面上兜售的这个樟脑球呢，其实大部分是人工合成的，里面还是有化学成分的，多吸入肯定对身体不好，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好，今天我们的生活大调查就到这里啦。